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位呢，当年呢大家都非常爱戴的艺人，那就是潘美辰，掌声欢迎。感情被我
不明白，就连当路人也渴望拥有在千头万绪越离越寒，情愿被你说是坏情人。我为什么要当好情人？因为我是坏情人。真心就一首真情，不是一个人的心。永远的承诺就留给故事记录。抱歉，让我好好的当个可爱的情人。说每个情人都能放得开，你我一条街就寂寞难耐，已经无法分辨到底该不该，心甘情愿被我主宰。接近我的眼神情绪就很难，一千个理由都说不明白，就连到梦里也渴望有我在，千头万绪越离越寒，几乎快把你宠坏，你变得寂寞又难安，要我疼疼疼，要我真真真真真，我情愿被你说是坏情人，几乎快把你宠坏，你变得寂寞又难安，要我疼疼疼，我情愿被你说是坏情人。我看到那个充满活力的那个舞蹈员啊，把整个这个开场这个啊单元呢、弄得非常的热闹。对，跟他们一样，黑社会的也是跟我很熟。对，哎，我们两个人真的是啊，黑白配。哎，对对对，黑白配哈、啊。我其实真的是很喜欢这个潘美辰的歌，是、因为他的那个歌呢哈，当年真的是制造了一种很特殊的一种风格，而且都是你自己创作的。是，几乎有一些歌都是我自己创作的。其实他的歌在卡拉 OK 里面呢，每天晚上都有人在唱。对啊，真的，我真的很喜欢他里面的一些歌。当时呢，你写的时候的那种心情啊，都很悲吗？不然你的歌好像都是比较悲的比较多。我总觉得好像悲的歌曲比较令人感动，而且会感动的歌曲听起来特别有味道。譬如说我现在写一个感情的歌，我就写得非常有感觉，我就写得很悲。我写家庭的感觉，我就写得很悲，然后写得自己很可怜，然后又写得希望可爱渴望那个家的感觉。那你这样写歌的话，你的人生会被灰灰暗暗这样？我跟你讲，这种人才是爱就会爱得轰轰烈烈哦，真的是一定要是有这种情感的人，对不对？不然的话平平稳稳的，好像没有什么，没什么起伏啊。对对对对，那至于你这个感情有没有轰轰烈烈呢？待会儿我们在八卦大本里面要好好盘问一下。是是，但是他有一首歌呢，也是大家很喜欢听的，你是我的唯一的爱，这是我唱给我们所有新加坡的歌友们，谢谢你。让我们一起来欣赏，送给你们，谢谢，谢谢。有没有印象？真的吗？会唱一起唱好不好？真的啊，我想再次喊着你，好想再次看看你，在炽热的爱是否太晚？我想再次拥着你，好想听你的声音。
什么让我孤单？望着你日渐消瘦，望着你我泪眼满眶，望着你是无言无语，望着你我手语迷茫。来吧，你就是我唯一的爱，你就是我最后的爱，现在的心情好像冰冻的你，我已失去了你，在这你就是我唯一的爱，真的献给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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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要唱这首歌曲呢，真正听清楚，除了我自己以外，我没有唱过第二人的版本。我是中等美女，有着中等身材，拎着中等的薪水，开着中等的车子，就是因为是中等，所以爱在排队等。没人问我怕不怕寂寞，只因没有人有空理会。是不是啊？中等美女，不知道你现在台湾也是有创办这个音乐学校，对不对？对，这是我以后后半年，就是后半生的，我的这个后半年的未来，训练一些新来的，栽培一些新人新秀，都会栽培他们唱那种哭腔的吗？还是怎么？没有，我发挥他们，把他们自己的专长发挥出来，我只是指点他们而已。所以他们是璞玉，由你来。如果他们的特色是很开心的，我就帮让他更开心。不过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新人哎，也想请他们出来，让你来看一看，是不是值得琢磨琢磨，好不好？可以啊，还什么看一看？他就直接跟他唱一唱啊。哦，对呀，感觉一下，好不好？也好，好，掌声欢迎乐瑶。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收集下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可是就有人没有他，也是流着眼泪，只能自己清醒猜。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的寻找我
在这里，今天有机会跟美辰一起唱歌。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八卦大本营。这个单元呢，就是艺人最怕，但是观众最喜欢的。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当然就是潘美辰，再次欢迎。谢谢谢谢，艺人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哇，说到潘美辰啊，这个名字可以说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尤其是八零年代，那个时候你的那些歌我们都很喜欢，尤其是有一首歌叫哈什么，想要有个家，我想有个家，哎，那首歌真的是那个时候我们 HDB 拿来做主题曲，哎，是吗？对，我们这个政府组很多人那时候申请物资就申请不到，然后就拿这首歌去那边唱，在 HDB 那边唱，想要有个家，你说等等等多三年哈，真的很多人都去那边唱，很好。很好，没关系，反正我的歌可以帮他们解决问题，也很好。是，你通常这个创作灵感都从哪里来的？其实我的创作都来自于很自然而然听到故事或者我自己周遭的，像我写《我想有个家》，其实是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十七八岁就是离开家里去外面读书嘛。那因为回到家里，你那一个人回到家，你肚子很饿，你生病的时候，你都没有人可以帮你。照顾你，就那种感觉。那时候就很渴望，如果我有一个妈妈、爸爸在家里，然后我只要一回家，那个家很小，不一定要太华丽。那我自己很饿的时候，或者我生病，有人照顾我多好。对，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说金窝、银窝还是狗窝最好。对对，就自己家里的窝是最好。对对。那实际上讲到这个作曲什么的，你也玩吉他，而且有一些人甚至不知道呢，其实你鼓也打得很好。其实我很爱有那个节奏性的一些音乐性的那个鼓声。对，节奏性的那种感觉是一种创作的。其实我是对，我是其实是乱打。因为我看到美国的那种有一些创作歌手，他们就在那边呢，有时候在家里就敲碗、敲筷、敲垃圾桶啊。我。说真的，我这个呢其实是口技而已哈。我们来看看潘美辰真正打鼓的这个是吗、风采，好不好？放在这里。Let's go, baby.我乱打的，其实因为临时你要我打，然后没有乐器，没有跟乐队一起啊、其实打鼓其实对一般人来讲不能接受，会太吵。是，对，不会，其实我们会欣赏人都 OK 的，好不好听啊？好好，太好了，谢谢。对，因为这个鼓的那种节奏，有时候就代表一种情绪，哈、对，比如说你心情复杂的时候，你要不要表现一下心情复杂的时候那个鼓应该是怎么样？那跟你在打贝斯，我打贝斯，或者是喇叭，我就会。哎，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来配一下。
再下去我要脱衣服了。掌声鼓励鼓励。谢谢。来。哎呦。那你这阵子是在哪？我一直在大陆巡回表演。哦，你去过那边表演几场？大概几场？我现在如果要算的话，如果大小加在一起是吧，几百场吧。几百场。也有人问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干脆我们来一个全大陆，就是从东北这样子跑来跑去，然后每个地方是去一天，然后休息一天，去一天再休息一天这样。我说可以，他说那你要跟我签约啊？结果我一看那个合约，我就不愿意。为什么？一签签25年。25年，你就知道卖给他算了人。25年，我说，那我考虑看看。但实际上，我也已经出道到现在，陆陆续续去了，已经快10年了。你从我们那个时候呢，很喜欢你，除了你的歌声之外，你的造型啊，也让大家呢非常的惊艳啊。看到之后就觉得，哎，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造型。那我们一直认为说，你对这个造型方面呢有不同的这个或者特别的有品味，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呢给大家安排了3位呢。模特儿，好啊，这三位模特儿呢都有很特别的造型，我们也想透过这个这几个模特儿的这个服装啊，我还以为你是叫我穿，说哪一个我比较喜欢啊？你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哈？好，我们掌声来欢迎一下 Eddie， 那也就是呢某顺发型屋的这个老板啊，哎，先生大哥好，你好，这个好，对，那么今天呢请这个 Eddie 来呢哈，主要也是等一下呢这样子好不好？我们看了这个潘美辰呢选哪一个这个模特儿之后了，然后呢就请你啊来给他重新呢设计一个这个造型哦，这样好吧没问题哈。OK， 好，现在我们就请我们的3位模特儿出来，然后你告诉我你比较喜欢哪一个模特儿的造型。好，掌声来欢迎。三个人的造型当中啊，从发型到服装，你认为哪一个呢最适合你现在的心情、现在的年龄啊、现在的感觉？我一直在想啊，有没有办法把3个组在一起？那怎么样？你就穿了6件。我很欣赏最左边那位女孩的裙子，我觉得很有造型。OK。那我很欣赏中间那位小姐的上衣。那我很欣赏右边那位小姐的发型。如果这样砸在一起配成一个，可能感觉更好。刚才呢潘美辰所讲的那种 combination 的哈，我们现在就请那漂亮的模特呢出来给你展示一下，好不好？来，耶！哎，我们同时也请啊 Eddie 呢来讲一下，好不好？你看这个这样的配搭之后呈现怎么能有感觉呢？哈，第一个造型，我给整个造型就是比较女人味一点的造型。OK， 第二个造型呢，我们就说比较前卫一点的。第三个位就是比较阳光啊的气质，所以我们把3种混合在一起，整个造型，女人阳光是通通都在里面，就对。对。所以现在我们想象一下潘美辰的脸啊，你站直直啊，我们就用电脑来合，谢谢，我们也谢谢呢 ，Eddie， 谢谢潘美辰啊，给我们做了这个选择哈，谢谢。但是我们真的是希望有一天呢，能够看到你穿裙子，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好像你就不穿裙子。我觉得穿裙子这对我来讲很神圣的事情啊，真的。所以我不会随便穿，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告诉你。OK， 你从小到大都没有穿过裙子？我有3岁的时候哦，而且穿的时候拍照的时候还故意把裙子脱在一半哦，看到小裤裤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穿。暴露狂嘛，还做什么？而且那裙子还是我妈做的，我妈后来就发现我真的不爱穿裙子，再也没有买裙子给我穿了。真的哈、啊？好了，我们掌声谢谢潘美辰，谢谢 Eddie， 谢谢，还有谢谢漂亮的模特儿哈。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忽然间发现自己已深深爱上你，真的很简单，爱的地暗天黑都无所谓，是是非非无法抉择，哦，没有后悔，为爱日夜许愿。
那个疯狂的人是我，我真的是特地来到这里，为了觉得这首歌曲的这个爱很简单的歌词跟歌曲真的可以代表送给你们，所以特地练的，唱的不是很好。 OK， 那么接下来我就在唱我比较拿手我自己的歌曲，这首歌曲应该你们也是蛮喜欢的，叫做错觉。西班牙味，哎，对，哎，好了好了，不要破坏人家的舞蹈啊。的确，可是我们潘美跳的也是很好，是是是，她的就很帅气。对对，在这里呢，我们再次谢谢潘美辰，谢谢谢谢谢谢。今天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不过有一首歌呢没有唱的话呢，就觉得有点遗憾，没有听到就很遗憾，是吗？
我想可能我想也知道是什么歌了。哎，那你因为这首歌我每次都会在最后的时候会唱这首歌，而且是跟所有的现场朋友一起合唱这首歌曲，唱的时候我特别开心。嗯，因为有一半以上都是他们在唱，我可以休息。对对对对OK， 好，那么准备好了没有，歌迷朋友？你们一定要跟我一起唱，好不好？知道什么歌吗？对对，我陈又新爱过你，好不好？掌声鼓励鼓励，我们一起唱，谢谢。记得歌词啊，记得歌词吗？前面先让你们唱，好不好？我曾用心地来爱着你，再大声一点。为何不见你对我用真心？无数次在梦中与你相遇，清醒时候你到底在哪里？谢谢。不管时光如何被错过，如果这一走你是否会想起我？谢谢。这种感觉往后日子不再有，别让这颗心换借口。一起唱好不好？生命。